白色轿车速度飞快，闯红灯几乎没减速，十字路口左转，嘣！重机骑士被弹飞，安全帽都滚落在地，被撞飞的机车骑士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救护车赶到，把撞伤的女生赶紧送医。沿路救护人员 CPR 的动作完全没停过。25号深夜，桃园建国路一段，这起酒驾车祸让19岁重机女骑士重伤不治。肇事的自小客车，他要道路口要左转弯，与对向的直行汽车发生碰撞。那双方驾驶大概都是在号志变换之际进入路口，那造成机车骑士的车头撞击汽车的右前车头，机车骑士弹飞后着地。肇事驾驶还酒驾上路，行经路口完全没减速，夸张画面警方看了直摇头。自小客的驾驶哦，经我们呼气检测哦，酒测值达0.21，有酒驾有饮酒情形。肇事驾驶的车头撞到全毁，他事后向警方供称根本没注意有车才会撞上。侦讯后以公共危险过失致死罪移送桃园地检署，恐怖意外又是酒驾酿祸。记者桃园综合报道。